1800年新加坡桌球锦标赛23号在嘉义市东区体育馆登场，吸引来自全国25个新加坡出席，总共26队、239位的桌球选手来到嘉义市参加。市长涂新提示以地主的身份来出席，欢迎来自全国的新加坡人员，并借此来行销嘉义的美食阁有观光。新加坡人员负责审核一般管区的财务收支，审定各项项监督预算的执行，工作相当的无闲。为着鼓励新加坡人员透过运动来扫展信心，新加坡总署23号特别伫咧嘉义市举办1800年新加坡桌球锦标赛，吸引来自全国25个新加坡出席，总共26队、239位的桌球选手来到嘉义市参加。市长涂清泰特别出席开幕仪式来表达欢迎之意。我们省嘉义杯桌球赛一共有26队，239个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嘉义来比赛啊。桌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，省嘉义杯办这样的活动啊，我们希望他们今天的赛事非常非常的成功，也欢迎他们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快意生活村、嘉义公园、城隍庙、我们的旧监狱等等，我们的景点非常多，也希望他们在这里能够吃到好吃的东西、好玩的地方，然后让他们过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省嘉义杯桌球赛。市长涂新提醒特别向参加的选手来推荐嘉义市的美食，还有包括着南潭喷泉、嘉义公园、快意生活村，还有北门夜等等的观光景点。鼓励选手伫咧比赛之余前往参观，重新来认识嘉义市，感受祖老故乡的迷人魅力。最新新闻，中央新闻网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